耶！明天真的要来巴黎了，我好开心啊！你觉得对巴黎很熟悉？哎呀，肯定呀，这里我有什么不知道吗？我想吃法餐，你肯定会带我吃最好吃的法餐。你说法餐啊？哎呀，肯定呀，明天肯定去带你吃好吃的，放心吧。那明天再见啦，拜拜。啊，怎么办呢？对呀，我好像想起 S 杠。就带他吃这个，超好吃，你真会选。